下课了，下课了，终于下课了，走吧，我要去吃饭。去哪儿？去那边吃吧，我开车带你。哪来的车？我借的。那你知道哪辆车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绝对有办法，你来看一下。这边。找到了。干嘛呢，奶奶？吃鸡呢，别打扰我。吃鸡呢，别打扰我。大哥，大哥，别吵！我把枪都给你。大哥，别吵！一次发微信，给我发背镜，话是钓鱼执法官。那些愣头青还敢瞪流星，看我把他石打穿。大哥，别吵！我把枪都给你。大哥。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会是……啊，你在拍啊？有没人看？